分手吧，不用再联系了。别！你这样的话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但是我听你推荐好几遍那个了，我回去要好好看一下。我真的挺推荐你的。平时工作的时候都喜欢做什么呀？运动。平常我挺喜欢健身的。好久不见。我男朋友背着我相亲，他就在我背后，麻烦让我坐下。哇，那姑娘长得好漂亮啊。帮我看看我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吗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已经很完美了，不需要调整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男朋友嘴好甜哦。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自负、冷漠，完全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。我觉得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约着咱们，双方父母一起吃个饭。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，都是同事，关系都很好的。应该是可以见一下的。我妈估计会再安排一次聚会。她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毛毛躁躁，被男人牵着鼻子走。能认识你这么好的女孩子，真的很荣幸。谢谢，你不要再夸我了，你今天已经夸过我好几次了。够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做什么了？背着我相亲还不够吗？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挺好的，你不是说我怎么样你都喜欢吗？可你为什么又会喜欢上医生的女儿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我们以前挺好的。分手吧，不用再联系了。别！你这样的话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禁止大声喧哗。哎，你女朋友啊？就是你刚刚提起的，说话是有一点冲啊。我一直以为遇到你都是我运气好，可你真的爱过我吗？爱过。我一直都很想你。